有一个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，嗯 ，Snow White， 嗯，其中有一个经典的道具啊，魔术道具魔镜，啊 啊， 啊，是不是大家都有印象？有、嗯，魔镜是干什么？是那个邪恶的皇后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谁是最美的女人？我是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回神奇了吧？来，大家看这里，我这里呢有一个魔力的硬币，哎，它也可以回答你问题。你看这面是指向你的，嗯。这面是指向我的，嗯，对吧？哎，来，你问他谁是这里最美的女人？谁是这里最美的女人？对，要说这里啊，要问多了，可能全世界他不一定能判断得了。哦，非常神奇，对不对？哎哎，当然这样，你看啊，他，哎，嗯，当然如果我们哎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，他就是一面冲你，一面冲我，是这样的。嗯，哎，当然不止如此啊，如果我们试图。指向这边，嗯啊，然后你要来，我干嘛？你要来问他，我问他谁是这里最美的女人？哦，我的天！有点离谱，有点说这样，冲这边，冲这边，冲摄像师，来、嗯、你再问他谁是这里最美的女人？你发现，哎，也能指向，最后他就真的变成了这样，你可以检查一下。哦，嗯、哎，行了。哦，我的美貌得到了认证。